我们这次主力呢，分两块，一个铸油的这一块呢，我们是以导光板专用机，另外一块还有也是我们铸油的，就是一个两次注塑成型的一个新的工艺，另外呢，德玛克的这一块，我们是以这个高速瓶盖成型的一个系统，作为一个卖点。这个展览会有一个最大特点，它是一个全球性的。我们可以看到，很多客人是一些老客人，但是更重要的，我们也发现很多潜在的新客户。我们的目标更大的、更远的是希望能让更多的客人能来看到我们的一个新的产品、新的技术。